过的风，还承载着许多曾一起聊过的美梦。两个人的定位绕过了太久，学不好你去睡作业写完了吗？给我写着。我不会做。我不是给你讲了解题数了吗？我问我叫做夏姐。哎，干嘛呢？他想画就让他画。这不是嘛，快写。林爸，林爸回来了。写作业呢？爸，你笑，那个今天怎么了？没事，做作业。啊、哦！哎呀，行了，别笑了。天干净的了吧？回去吧。走。回去写吧。这料什么呢？当然是巧还是不能知道的事情了。我想吃辣条。五年前你把这种发言也去给我了，我就给你买辣条。那我还是不吃了。哎呀，真是好无聊啊。哎，前面却不是说了在家玩吗？期末考试考了第三，大妈说她读不了，给她报了个班。哎呀，假期好无聊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。你爸不是给骗子吧？就是吧，你骗子。什么骗子？说我木雕大赛获奖了。我什么时候去参加过比赛？现在别人都不调查清楚。还来是不是？马是你。我来接。哎，对的。喂，你好，对，李尖尖讲，是不是？左边是我这个舅舅，我是他姐姐，找不人不知道，啊，谢谢。今天的妹妹我是舅舅的找客人，过了你有唱吗？好醉啊！今天你便秘了吗？记不记得社交楼放的那个公公？记不记得？广告看过，但是拍广告的人没注意。看过吗？我很少看电视的。反正呢，他这个人，他今天刚转到我们班，他刚来的时候吧，就像个环球手机一样，结果一翻车就搬到学校外边去玩边转，特别假。他还说买好面，那我以后怎么办呀？你担心什么呀？是他被我们惹到手鞭子了，该担心的人是他。我是，怎么说的？没事，我饶着你啊。
林霄、日出，把你们自己的面端出来。好。好。米月，这是个你的牛肉面，来叫就好了啊。不过你在一起家。谢谢阿姨啊。是你的。谢谢阿姨。你来的匆忙，我就没给你做什么好吃的。小虎去家里呀、啊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好，把那个给我吧。慢慢吃、啊。谢谢阿姨。你们这是什么面啊？煮排骨面，别人无福消受，因为之后我们三个喜欢吃甜的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不，我喜欢辣的。都给你。真好，我也想要个姐姐。挑一个，我送你免费。我才不要呢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考过我小姐的单蓝秀特别帅吗？我哪有？你觉得我不帅吗？我也没怎么说过吧。你说过。没有。你们路上说话真烦，绕来绕去的听不懂。是你太笨，所以不懂。你懂。你经验丰富，从小打到你说过超过一百聚会的女孩只有李姐姐姐吧。我是姐的双师姐。不，我跟金明月也超过一百聚了。还真是哦，你真厉害，能走进江夏里的世界。等等，谁加油快？马上到上面了，加油！都是爱。